菊和菊花的区别是什么？菊花通常在秋天开放，但雏菊在早春时期开花，花期不同。菊科雏菊是一本草本植物，已生长多年。雏菊原产于欧洲，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杂草，生长在路边和其他不起眼的地方，也是最原生的野生雏菊。在春天开花，非常美丽。雏菊花长得直，头单生，花的大小在2厘米到3厘米之间。有些品种的茎上长着细小的毛，被认为是用来保护植物的。当花朵盛开时，它就像是一把小伞，花瓣更小。菊花的花瓣就不同，非常的纤细，也出现卷曲的弧度，更加的优美优雅。雏菊呈圆形，呈黄色，带有芬芳。菊花呈圆形，呈淡黄色，有特殊的味道。